关经理，你这出差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坐坐坐，家里说，家里说。哎，关经理，哎，这次出差回来，短期内不会再走了吧？妈，他今天晚上就走。对对对，今天早上回来的，知道冰冰进了五十强，特地来祝贺。主要也是来看看您，今天晚上就走。 真是的，真不心疼你。我还想着呢，哎，找个时间隆重的见一下你的父母。妈，我觉得你说那话吧，就不对。就因为我们家郭海的叔叔太疼他了，才能这样。男人要以事业为主。话是不错，哎，那个郭海，你是不是应该走了？我一会儿还得排练。 对对对对，哎，对了，冰冰，后边的比赛不是有短信和网络的投票吗？我已经替他找了很多人了。哦，啊，好好好，关经理啊，你就应该这样，不管你人在哪儿，出没出差，能帮上冰冰的你就尽量去帮。必须的，一定给力。好，好，我也不能例外。我想好了，到那天我就直接到现场邀请呐喊。 主位，妈，去现场的那都是小孩儿，我知道。那我，哎，妈，你说在家看电视多舒服呀？那不行。阿姨，那个我先告辞了，好吧？然后家里还有点事儿。冰冰，不坐了。嗯，路上注意安全。慢走。哎，刚来就走。 行啊，冰冰啊，啊，这把小关训的服服帖帖的，这说话呢，你没听见啊？这点随妈，嗯，我随妈。你看你呀，要你早点来，你非磨磨蹭蹭的，没来晚就行，着什么急啊？早起的鸟儿有时吃，这道理你不明白？早来没错的。 哎妈，你急什么呀？哎，看见没？妹妹，你去找他采访。走，妈领你露露脸去。哎呀，你露什么脸？多丢人呐！你资历浅，你不知道啊？你就得想点办法。你不看网上那些选手，他想尽办法吸引人注意，是吧？我也跟他们那样，我还得再怨恨呢。 知道，这妈知道啊！哎，那个妈心里有数，咱们呢，那个拿捏得体，掌握分寸。比赛很多选手，不把握机会那才叫笨呢。走，请问元恒，您准备的是什么呢？对不起，小姐，哎，记者，记者小姐，能不能采访一下我女儿？那我们这边哎，不，就几分钟时间，这几分钟，因为我觉得，如果你们不采访我女儿，那将是你们的一次大失。不会吧？请问您是？ 我是37号选手秦冰的母亲，在这里我就不多说我女儿有多优秀了。作为她的母亲，我深深的知道，我女儿秦冰这次就不是过来比赛的，那我女儿是过来夺冠的，因为那将是她信手拈来、瓮中捉鳖之事。 所以我相信，我女儿夺冠那就是时间的问题。那，请问37号选手，您的母亲对你这么有信心，你自己怎么看呢？哎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妈的个性比较直，说话呢直来直去的。但是我认为，所有的父母都认为自己的儿女是最优秀的。她真的是很优秀。妈，哎，谢谢。 恨死我了啊！控制。哎，那我们先走了，谢谢各位。再，哎，再，哎，喂，哎，喂。
我们虽然不知道三十七号选手最近有点走不动远，他可是我妈呀，我可不敢跟他妈。这太丢人了。你以后啊，谁要找了一个这样的丈母娘，那可就够呛了。就这地方让鼓起来，整个头型显得饱满啊。哎，别别别别，看那边那人长得啊，他是走错地方了吧？长成那样还选美，哎，那么明显，让人发现了。长那样还来比赛啊？那是不是走错地方了？这海州女儿比赛，她以为选海州奶奶呢。说什么了？哎呦，跟那女儿比赛不行，他们不好，我妈高兴啊！你最好的，乖啊，等一下别笑场啊，你不会笑场。哎，你滚轻点儿，是吗？给我弄疼了！哎哎哎哎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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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走了啊，快点回来啊！ 媳妇儿，四 S 店是台吗？啊，我在化妆间呢。我刚才在电视上看到你了，还有你妈。哎，我就不应该让我妈给我拽进去。我没化妆是不是特难看呀？效果非常好。我跟你说啊，你不化妆都非常漂亮。嗯，嘴变甜了。然后我在网上看到一些关于咱妈的评论。 嗯，那怎么说呀？也没说什么，说他有点哗众取宠吧。瞎说！我妈不管怎么做，也是为了我好。媳妇儿，你听我说，他们的意思呀，可能是……赶紧上班吧，啊，挂了。妈回来了，啊。 发现的新武器，来，试试。妈新发现。对，你戴上，戴上喜庆，你看人家都戴花了。妈，我跟你说正事儿，咱以后不跟记者说那些话了啊。说哪些话了？我觉得挺得体的。啊，有的时候会觉得不太有面子。 面子是金钱啊，能吃能用还是能花呀？我不太习惯别人对我指指点点的，这你就不懂了。身正不怕影子斜，要是没人说你，那你才叫完了呢。生活就是需要别人指指点点。乖啊，你来试试。你看就这样，隐隐约约的在里面出现。 我知道，我这太花了，我不行。哎呀，你就点缀一下。哎哎，王婷，王婷，冰冰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彩排呀。那其实啊，那边你就放心吧，我们俩说好了，他真的支持我。冰冰啊，他就是梦妮啊。嗯，阿姨好。哎，好好好。 选的老宋的，冰儿，老公，累坏了吧？啊，哎，冰冰，你搭智恒车一块走吧。用不着，我们打车走。冰冰，我陪你回去，跟阿姨解释一下。不用了，你们俩先回去吧。那我先走了。 之前帮关海天阿姨的事儿穿帮了，走。拜拜。以后。
少和这俩白眼狼在一块儿。我跟你说正经的呢。哎，我刚才觉得吧，你就特奇怪，摆着这个便宜你不占，现在变得有骨气了。这叫不为五斗米折腰。就你还不为五斗米折腰。 参加选秀呢，压力不要太大，你一条我一条，随时陪着你。喜欢吗？喜欢。老公，你死定了。今天我妈发现，梦妮就是你表妹。 妈，你想问什么就问吧。我想问什么，你心里最清楚。关海到底是干什么的？广告业务经理。那就是业务员。是。之前的那个洋房呢？梦妮的。他叔叔呢？梦妮他爸。还夹在那个电视台呢。关海二舅妈的表哥，是那儿的副主任。你可真能蒙啊！ 我也是被逼无奈，您别逼我了，行吗？我怎么逼你了？我辛辛苦苦的把你拉扯大，我花那么多钱供你上最好的学校、最好的专业，我为什么？我就是想让你出人头地，活得更好吗？妈，我觉得我自己活得挺好的，是您让我觉得我自己活不下去了。我怎么让你活不下去了？您一点自由也不给我，您连恋爱的权利都不给我。 那是为了你好，您是为了我好，还是为了面子好？行，行啊，你这个女儿我是没白养，我那么大老远的跑过来陪你，你反倒因为我你不能活了。行，干脆我早点死了，你也能解脱，妈。 是我不孝，要死的话，我死在您前头。妈，您别闹了，行吗？您就别管我跟关海的事儿了，我都这么大一人了。就因为你都这么大了，那你先办这些事儿像个大人吗？你能让妈放心吗？ 明天你就去跟关海把话给说明吧，把那个戒指也还给他。不然的话，我就到他单位去告他。妈，你告他什么呀？没有诚信，欺骗长辈，弄虚作假，满嘴胡言。妈，你能不逼我了吗？ 我就退出比赛，明天我就跟关海结婚领证，这是受法律保护的，你也没有办法。到时候结果是什么样，你心里很清楚。我记得你跟记者说过，我女儿是来这里夺冠的。到时候记者问你，我不知道你怎么回答。
有什么说什么。真行啊，真是随了我了，你真随了我了。当年你姥姥反对我跟你爸在一起，我跟你一样拿这些话去逼他。你爸那时候，我不管他多穷，生活多苦，我都愿意跟他在一起。我不允许别人说他半个不字，我事无巨细的去照顾他。可最后怎么样，他不还是把咱俩给甩了？你说这感情可靠吗？光海跟我爸不一样，但愿吧。有些话妈说了你可能不爱听，可是妈不能不说。那妈答应你暂时先不干预你跟庄海的事，那你也答应妈，眼下你选秀比赛的事是最重要的事，不能因为其他什么人什么事去干扰你，那是你现阶段最重要的事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妈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要问你。那天那100多万的车是谁的？开车那个人，他给老板开车，他自己就是老板。妈眼光毒吧，我一看他就挺体面的。他没结婚吧？没有，也差不多。梦妮的那个就是张志豪。哦，那你看这件事儿，你就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。我们要奋起直追，不能被别人甩在屁股后面。所以现在比赛是头等大事，知道吗？罗密欧，换一个姓名吧，姓名原本是没有意义的。我们叫做玫瑰的这种花，要是换一个名字还是同样的芬芳。要是罗密欧换个别的名字，他可爱的完美绝不会有任何改变。罗密欧，抛弃你的姓名吧，我愿意用我整个的心灵来赔偿你这个身外的空名。我愿意用我整个的心灵。你怎么来了？我能进去吗？快进来。罗密欧与朱丽叶吧。你太厉害了，连这个都知道。我充其量算是不傻。你一口一个罗密欧，一口一个罗密欧的，谢谢。我还猜不出来啊。怎么想起来念这个了？不是得进10项比赛吗？哎呀，除了唱歌以外，还得有别的才艺。我想来想去呢，就选了这个。聪明的选择。那50强选手里边，除了你和秦兵，就没有人是学戏剧的吧？没有，所以啊，我觉得观众看起来应该会有新鲜感，你觉得呢？祝你成功。来，怎么样，姑娘们，准备好了？准备好了。好，我跟大家说一下，今天这场秀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如果你们在台上出现什么失误的话，不要紧，继续走下去。还有一件事，就是今天赞助的包和衣服都很贵，你们上下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。你们现在手里拿的呢是今天出场的流程，你们自己看一下。好了，姑娘们，换衣服去吧。一会儿这一会儿那的，烦死了。哎呀，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呗，反正他也是为了我们好。你觉悟还挺高啊。这知道的你少当海州女儿，这不知道的
还有你叫她海豚女王呢。给我出去！出去！胡小兰，你到底要干什么呀你？撞他呗，干什么？撞他？你跟他有仇啊？你撞他？对，我就是跟他有仇，我就是看不惯他。哎，他还真有他自己的海州女儿呀！告诉你，他和我们一样，这说好听点是模特，这说难听点就是活动衣服架子。这一次啊。我只敢小警告，他下次如果还这样的话，就没有那么幸运。好，你不用准备压轴秀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决定换人了。换谁？秦冰。今天真是虚惊一场，不过总的来说，大家还是很棒的。虽然当中出现了一点点小插曲，我说这个人呢，想必大家都知道是谁，我就不用多说了。还有，今天因为秦冰小姐表现得非常不错，所以主办方决定送给大家每人一个破案的包。太棒了！真好！好了，大家今天辛苦了，撤吧。喜欢我送你们的包吗？啊，江总，还记得我？这么说，我们现在可以算是朋友了吧？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，喜欢吗？还不错。不错在哪儿？漂亮、简单，而且很容易搭配。看来你的感觉真的很好，这个包很配你。谢谢你的夸奖。其实，我应该谢谢你，你今天表现真的很出色。同时，我也很欣赏你。希望我们以后会有更多的合作机会。罗密欧，抛弃了你的姓名吧。我愿意用我整个的心灵来赔偿你这个身外的空名。罗密欧，罗密欧，抛弃了你的姓名吧。我愿意用我整个的心灵来赔偿你这个身外的空名。只要你称我做爱人，
我便可以重新命名，从此再不叫周敏。我用爱情的力量翻越了围墙，石头砌成的围墙是挡不住爱情的力量。轮廓倒影执着这陌生角色，仰慕着每个角落，双人一半过爱不忍看多，凝住寂寞望不穿这爱里的暮色。这一场说的像真话。冰冰，冰冰，来来来，我跟你说啊，现在这网上挺我们的人要比贬我们的人多了啊。一句贬的我都不想看，没出息。哎，冰冰啊，我想过了，其实像现在这种小比赛就跟风一样，来得快去得也快，这风头一过吧，大家也就忘了。我想啊，要趁这个势头把我们的名气折现。折现？嗯，你知道那些网友都叫我什么？火妈。多难听啊。难听不管啊，哎，受用就好。我打算趁现在这个火势，我开一家火妈火锅店。行行行了妈啊，这是海上多热呀，谁吃火锅啊？你这走南闯北的怎么没见识呢？炎炎的夏天在空调的房间里吃着热腾腾的火锅，那才叫爽爽。妈，哎，你能不能给我这棵摇钱树弄点饭吃啊？饭我做好了，都在那厨房里呢。你先别急着吃饭，妈有个想法想跟你说说啊。我初步算了一下，要开这个火锅店起码要几万，你看你能不能找关海去。停，打住啊，你忘了昨天前几天你在那儿跟我说不行，必须分手，他配不上你啊。我是说过，可我的观点还是没有变啊，他还是配不上你。可你们现在分了吗？啊，没有吧。不行，我开不了那个口。你看你现在护着的啊，这不是在跟你商量吗？人家关海啊，天天在网上24小时的帮我去投票什么的，你还要人家怎么着？我承认这件事情上他办的确实挺漂亮的，可你现在还是他女朋友啊，你花他的钱那是天经地义的，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没出息。妈，妈，我跟你说正经事儿，你要没把我生那么漂亮，我要不是你的摇钱树，你是不是就不要了？随了谁了这是？两位老总选择我们的公司一定不会有错的。关海啊，你得好好谢谢陈总啊，要是没有他的推荐，我可不能认识你啊。要说关海是个人才啊，那的确是个人才。嗯啊，不管是在业务上还是酒桌上。这样，两位稍坐，然后我去找老板签一下字。好。老陈呐，你介绍我参与的这个项目到底靠不靠谱啊？我什么时候害过你啊？啊，就是说，将来我们公司的 logo 会出现在台上，啊，不是台上，是观众席的头上。那你们公司的广告图呢？挨着我们公司。那为什么不能在台上啊？台上人家有海州女儿的 logo 啊。啊。收看
宝兰德之夜海州女儿选拔赛50进10强比赛，欢迎你们的到来，欢迎你们，欢迎。剧要跟商业相结合才可以走得长远，你觉得我说的这话有问题吗？喂，我在和你说话，你有没有在听啊？我听了。然后呢？没听懂。你根本就没听，没听懂。你别看了，我都气成这样了，我是不是你兄弟？姐姐啊，你都说了半天了，也口渴了，是不是？你到我们家喝点水，我这有急事，我办完跟你聊啊。你怎么那么就没有良心呢？你说我也不是一个爱八卦的人，你就不能找找身边其他人吐吐槽什么的？我朋友多了去了，但是呢，他们都不欠我的。所以说，刘雨明，你是我专用的倾诉对象啊。和你这么说，我欠你的是吧？对呀、啊，上辈子我欠你的，这辈子你欠我的。我这认识的人里边吧，有一个跟你真的是绝配，这性格互补，爱好相同，家庭背景旗鼓相当。你还有那么高品质的朋友呢？那哪天叫出来认识一下呗，没事儿，咱俩还能拜个把子。成啊，我那哥们儿啊，叫张志恒。你说我跟那个男小三儿是绝配啊？掐死你啊！啊，扣扣姐。你看什么呢？你看选秀节目啊？行啊，品味有所提高啊。哎呀，像这样的节目啊，我是不屑的参加。我要是去的话，所有的评委都会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。你穿过裙子吗？废话，我不穿裙子那是因为怕太过惹火，走到马路上引发交通事故，到时候呢就是一条裙子引发的血案了。低调点啊。哎，这不你的前任吗？哎呀，我好看看，我倒要看看了，他用了什么招把你弄得人不人鬼不鬼。现在登台的是15号选手孟妮小姐。
今天不想上课就请假，爸帮你打电话给老师。很好很好，女儿安排的多好，不许改变主意，北京一定要去，不能放弃。可是我舍不得呢。就是我的梦，你在哪，我的梦想就在哪。我只希望你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，不是因为我或者我爸给你带来了什么压力。我当然也想你每天都可以陪着我，每天都可以待在我身边。然而多谢我，多谢。罗密欧啊，罗密欧，为什么你偏偏是罗密欧呢？否认你的父亲，抛弃你的姓名吧。也许你不愿意这么做，那么只要你宣誓，我的爱人，我也不愿意再新开普莱特了。本是没有意义的，我们叫做玫瑰的这种花是送给我的吗？送给梦楚。换一个别的名字，还是同样的芬芳。不管我们两个去什么，找我们两个在一起，我们俩又不会分手。可爱的完美绝不会有任何的改变。罗密欧，抛弃你的姓名吧。我愿意用我整个的心灵来赔偿你这个身外的空灵。只要你收我做爱人，我便可以重新命名，从此再不叫周敏。我用爱情的力量翻越了围墙，石头砌成的围墙是挡不住爱情的力量。